干嘛啦？欢迎欢迎青青。青青，青青，你现在是学生，什么星座？水瓶。哎呦，水瓶，诡异，外星人，怪。嗯，好，麦克。喵。喵喵喵什么喵？谁喵你？谁喵你？喵谁？没有喵你。你看他是个外星人哎。真的是外星人。我什么活啊？我是什么要三岁的 ？OK， 你怕什么？没奶汁啊？我觉得很饿。没奶汁？怕没奶汁？我觉得刺进去会把我血管都阻塞，然后就死掉。我是说真的啦。这什么想象力啊？其实是真的啊，真的吗？有啊，是没错，可是不会想成一吃就会。对啊，而且你是怎样全部往里面挤啊？对啊，不是医生在医生。没奶汁一吃下去就会死掉，不会，不可能吧？他可能早餐是有没奶汁的什么三明治，嗯，早餐之后要考试，有小学的时候要考试，或幼稚要考试，他害怕那个考试，或者一次没考好，哎，或者考了35分被老师骂，哎，就可能是这样的情形，所以他把考试之前吃的东西就当作，因为我吃完没奶汁之后就要考试了，可能考35分。有没有想太远？他就好像在现场没有，感觉就我已经想出来怎么治疗你怕没奶汁。哎。就是拿美奶汁涂满全身的，天哪！男朋友帮你吃光，浪漫浪漫，什么啦？想象就觉得很恶。所以你去早餐店，老板帮你加美奶汁，那你跟老板？哦，我真的会生气，我跟你讲，我就跟他说我不要美奶汁。然后他就不小心加了，我就说你怎么会加美奶汁？我会心血管。哎，我不小心加这么多了。这还有六七五，这不是这六七五差太多了吧？谁这个哪会不小心加成这样？你加了，之后待会这样下去就死掉了。有毛病啊！哦，这个味道哦，哇，这个真的会，哇，超腻，美奶汁袋子爆掉了，你闻就好。我不要，我已经闻到哦。这样只会亏本。好玩哦，好疗愈啊，好玩。他真的是很害怕，是真的，很恶心，真的。来，真的吃一口，表现给他看，吃给他看。其实我们主持人蛮多的，我们对啊，对，我们把把都有我们的事，吃一口，对，把把都，没有，你来吃啊，你那么瘦，对啦，还在夸一掌，还在那边，哇靠，那么瘦，来吃，吃一大口感。哎，别人吃你会害怕吗？我觉得很恶心。吃给他看，吃给他看。看人家吃可以吗？不行，你要克服。你今天来就是要看。嘴巴会难满。我甚至招待你看到他会抖晕。哦呀，饿了。太多了吧？好吃了啊！来看着啊！你要死掉了！嘴角动，还有残余这种没来自。大侠。没奶汁怪，很夸张啊！但是这样吃真的蛮恶的啦，这样吃太多了啦，太多了啦！你还不敢吃肉？对啊，我觉得肉很恶。哎呦，肉我不会去菜市场。终于有我们喜欢的了。没有，很恶啊！各种肉都不行，各种肉都不行，尸体就不行。谁尸体呀？鱼的尸体呀？哦，料理过的，不是？不行啊！料理啊，什么叫尸体？牛肉、猪肉这些都，那都是尸体啊，死掉就叫尸体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希望切片还在动？那太恶心。要活运是不是？不吃肉。小鲜肉。那个，比如说海螺那种，你可以吃。不要。那你从小吃素？对。你知道吃素，你可以长成这样。所以说我跟你讲，不是说吃素人会不营养，基因问题啦，基因问题。所以你就从小吃不是青木瓜长大？没有，喝牛奶，吃蛋。一直吃，你喜欢吃辣？我不喜欢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我有一次吃到，然后我就落腮，就不小心吃到，然后落腮，然后肛门就很辣。就用舌头吃来的，好详细哦。讲完话不行，就是我没有办法离开马桶。我现在最怕是你讲话，好 detail， 好 detail。今天不得了，今天吃拉面，今天不得了了。怎么没有把肉端出来？我们这节目怎么出来？他不是怕肉吗？不要辣肉啊！哎，不是，因为我们经费有限，所以拉面比较便宜。哎，不加肉，加肉比较贵。哦，哎，底下颜色，哇，不行啊，会老晒啊。哦，这个颜色很不友善哎。让他吃一大口。对，当然这样，你先吃，你先吃。预备。
你在干嘛啦？这什么怪兽啦？你是谁呀？鹅吗？欺我啊？我是青青鹅。What's your name？ 我青青鹅。丽英仔哦，把它吞掉，吞掉了。对，三千块。这你会有多辣吗？这个 OK 啊。我是爱吃辣，啊，你爱吃辣，那 OK 啦，可以啦。来了啦，这种的啦，好 man 哦，把面条压在地上打啦。对啊，我靠，这又是有点辣哎，太辣，喝水都辣，有没有水？有没有水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要吃完，500，太辣，500，我很痛，我很痛，好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太辣，这太辣，这太辣，这太辣，他这个人好怪异哦，他的节奏，重点是他还多知道多少辣面，真的很辣，真的很辣，对不对？不行，出来出来出来，就不行，出来忏悔。为什么是耳朵在辣？出来，你在监听是？都辣到你在监听，监听耳朵痛，耳朵痛。你是有毛病，耳朵痛。靠，不行啊，快，哎，就把他叫救护车啊！他可以流口水了呀。里面，太辣，真的很辣。不是，他可以流口水。拿给他，拿给他。我小看你们，对不起。小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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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道歉道歉，跟制作单位道歉。你敢不敢吃辣？以后敢不敢吃辣？不错，他太辣了，好厉害。大家都懂。再一杯，再一杯。我们到底这一集到底在干嘛？对啊，这一集到底在干嘛？哪有人录完越来越怕了？小看我们了啊！来，上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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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错了，送给你们，可以可以，送给你们，胡哥忙送给你。啊，是啊。东西。不是，这是鬼椒的。这个真的真的很辣。是。鬼椒吗？鬼椒面，鬼椒不行啊！鬼椒这么容易取得哦？你吃吃看。我吃过啊，不是很辣哎、欸，这不是鬼椒容易取得，是本节目有库存。黄色的油，哪里？生菜叉烧成功！我爱谁？哇，刚刚那首歌真的太好听了，对不对？爱的人，哇！超级好吃，真的超级好吃。我家美女锅了，不能再做下去了。颗星，六颗星。电影与你知，他不开心，我更要陪他。尝一下什么是花椒滋味。你是忘记了？这水水进来吧。还是害怕想起来？你所不知道的是，我是你的珠宝窃贼。噔噔噔噔。更困难的是，下期再见喽。这里是什么留言都是骗人的，错误的。特写一下，特写一下。留言终结者，我就是老天非常厉害的大师，自感觉好，自成一像。